观众这边提供了拉普拉斯三卡，要来打二月挑战的 LV 九。哇，而且他中间这一张卡还是没有办法吃到队长技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究竟怎么制破 LV 九，好不好？只有三张卡。好，第一回合这边的话，他是会让你技能全部重置。哦，这边就转了一个满版啦。好，那接着就会掉五鼠魔抢固定石康的版面给你哦。来第二关拼图，然后加上手消指定六。啊，对，这边有那个无视拼图的选项哦。OK， 来接着第三关，来粘附四个位置，然后扣90%，先洗一回合回避。哦，这样就把人家打到更新了。好，来接着下面这边，他会50%以上会让他更新啊，下一次伤害不会让他死亡，然后接着他就会变强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四关，20颗水。因为拉普拉斯没有办法消天降的关系，所以这边一定要那个版面上有水才能去消除这样子。好，他要减伤，减伤减伤。 OK， 好，来这边炸火吊水，有到，有了，有有有 ，OK， 这一波应该能全消，而且有满版哦，有 ，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这边带走，来接着垫3颗水，然后不能手消水，这边炸水掉木，一样是有满版的哦。好 ，OK， 来接着第五关而且这队其实意外的打蛮快的。好，这边打58哦，我们要空转绿版面，哦，帅气哦。啊，结果这边开拉普那个回血的话，他只能就是回避掉这样子。哇塞，这边这一关打58的很多队伍都很头痛，拉普三卡就轻松过了。啊，先打一下让它变成真实形态，这样才有伤害出去。来，这边是无鼠盾、欸，那因为拉普有消满版的关系，所以整个版面都是无鼠魔墙，也没有新竹，所以可以很轻松的破这个盾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强化盾，这边要空转一回合，好，转成真实形态。转了一个石康满版哦。OK， 这边带走，来下一关。来，这边是会燃烧你3个位置，然后电击也是3颗。把电击消掉，然后回避。不过等一下下一回合两只会一起打过来哦。给他烧了一下。感觉有刻意在排出哦。好，要吃减伤的效果啊。
在十一回合。这边带走，来，接着他死掉会把你整满变成问号、哦。手消十七颗，炸光掉暗。那因为拉普开下去，他也会把你整版转成魔墙啊，所以问号珠就解掉了。好，这边十七颗。好，这边让你技能重置啦。好，不能手烧到木哦。然后，刚是 CD 2是不是？想说是要刻意去那个减伤回避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把龙克开下去了，该不会是减 CD 龙克吧？因为等一下可能会用到它中间的带的那一只。OK， 来接着第九关啊，第九关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哦，单击两翼，然后五鼠攻盾。开拉普躲起来，这边再开拉普躲一下，好，继续躲。要准备开招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一关原则上就是开那个斯特林啊，斯特林去追打无主，然后赌那个拉普拉斯单击两翼这样子。不过要单击两翼，对拉普来说绝对不会是问题的。好，开喽！这边版面看起来有把握了。有，这边我也看到满版的样子了。水有两组，光有一组，然后暗也是两组。转到了，没问题。好，来这边斯特林追打无鼠，好，然后拉普 OK 单击两翼哈。来，接着就来到王冠啦，转过去会变问号，然后还会那个指定 combo 法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他开了排珠哈，所以比较没有转过去变成问号这个问题。这边虽然是满版啊，不过哎呦，这个给很多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康，给七康版面，哇，他手速也是很快哎，看得很快呢。好，而且他这边有继续消耗满版。OK， 这边带走，来再来二血光弓盾吼，然后加隐身，空转，然后回避。来，那接着就是拉普的回合了。好，那感谢观众提供这个拉普拉斯三卡，而且看起来也蛮稳的啊，超级稳，好不好？感谢观众提供这个拉普三卡通关这个二月挑战的 LV9， 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吼。
最后一个石康版面。OK， 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